龙教练被裁判吹了一个技术犯规，他在觉得强森是不是上了自己。哦，佩登盖锅，强森，哇，哦，这个快攻分数直接扣进去，而且这应该有小当家的机会的哦。哦，我强森没有抗议哦。哦，有点身体接触。对，哇，现在林冠伦教练被裁判吹了一个技术犯规，他在觉得强森是不是上了自己。